韩剧的题材是，非常新鲜的，还有那个故事的展开的方式是非常那个新的方法来展开。比如说最近那个播放在中国的那韩剧是《星星》这个电视剧，那个出来外星人，还有那个过去还有现代往来的这样的故事是别的国家还有韩国的那观众都很喜爱的内容。然后那个韩国的韩剧，那个在亚洲受欢迎的最大的原因是那个文化圈是同一个文化圈，比如说儒教啊，还有那个地理的这个位置也很近，所以互相的了解的部分比较多，所以韩剧的内容很多的国家，亚洲的很多的国家，特别是中国那个共鸣的部分比较多，所以。就我觉得这样的方面是在中国很受欢迎，我们很愿意将来我们制作更多更好的电视剧、韩剧，来满足各国与地区的观众的需求。